中间休息一次就算了，休息两次太麻烦了，我们提早一点啊，本来是十二点一刻嘛，我们提早到十二点啊就下课。那么下面我们来开始讲，进入到正题了啊。第一章就是古希腊罗马的客观美学，然后把它命名为客观美学啊，这个是当然是有我的看法。也就是说，古希腊罗马的美学基本上呢是把美当作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来考察，来分析它的本质啊，美的本质，并且对它加以规定，把它定下来啊，把它定下来，把美这个概念这个范畴把它定下来。当然顺便呢也探讨它在整个宇宙体系中的地位，美在一种客观现象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它的关系究竟如何啊。这个是古希腊以来的这个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西方的哲学在古希腊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啊，就探讨万物的本质啊，这个本源，万物的本源就是怎么定的啊，万物都是由某个东西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如何对它加以规定，在哲学上是这样的，在美学上呢就是探讨美的本质啊，什么是美，要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研究对象来基本规定，来加以定义啊，这是西方美学的一个很重要特点这个就像苏格拉底曾经讲到过的，你要探讨一个东西，你必须要首先要弄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够说它怎么样啊。如果你连是什么都没搞清楚，你说它这样那样怎么样，那都是空话啊，那必将会陷入到一团混乱里面。这是西方这个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啊，我们中国人往往不太重视这个啊。我们谈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对这个问题不下定义，然后就谈起来了。那我们今天一到今天，学术界也是这样，大量的人谈某个问题，学者们谈某个问题啊，都不加定义，然后就用啊，就使用某个概念啊，说它是这样的那样的。但是发生争执的时候呢，这个你要一追溯就发现其实都是概念之争啊，你的理解跟他的理解不一样，你当然会有争论啊，包括价值问题啊包括美的问题，包括善的问题啊，包括等等很多学术上的问题，都是在没有经过自己严格定义，即使有定义自己也不严格遵守，都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来进行讨论，那当然就免不了要产生分歧了。那么西方美学呢，它一开始就富有西方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特点，首先要搞清美的本质啊，把它当这个客观对象来加以规定，这就是西方古希腊罗马的客观美学的起源，它在起点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开始啊。首先要对美下个定义，什么是美。那么这个客观美学有它的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文化土壤，它为什么我们刚才他讲啊，讲到它跟这个中国思维方式有这么多区别，我们要从它的这个文化土壤来加以考察，才能够比较深入的理解，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说西方人跟我们不同完了啊，他们是白种人，我们是黄种人就完了啊，其实不是的，它有它的背景啊，有它的文化背景。古代希腊社会是一个城邦奴隶制国家啊，这个我们大家学过历史都知道了。整个希腊世界它是由一系列的城邦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啊，这个希腊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是很多很多小国家有一个联盟，比如说雅典联盟啊，斯巴达联盟啊，以谁为代表这个都不要紧，反正希腊人由于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习惯啊，以及共同的地域啊，在
在一个地方，他们结成了一个联盟，很多城邦结成一个联盟，共同对付外来的侵犯。比如说波斯人的侵犯，波斯人打来了怎么办？我们联合起来组成联合舰队去对付。但是那是临时的。战胜波斯人以后，也有个联盟，以雅典为这个盟主。雅典向各个城邦征收联盟的这个基金，然后都存放在他的这个金库里面。但是后来斯巴达也看着眼红，为什么你就充当盟主？于是就争霸，跟雅典争霸，于是内部要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他在希腊世界是没有像东方的专制国家那样的大一统的政治高压，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一个专制的、稳定的国家形象。我们中国人东方比较追求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一切都要稳定，我们才能够活，不然的话就没法活了，兵荒马乱谁也不愿意，谁也活不了，但希腊世界不是的，它就是没有大一统它也能活，每个城邦它都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正因为如此，希腊社会就处于长期的动荡、内乱、颠覆、征战、打仗，他们的统一主要是在文化观念上面的。在罗马社会，在到了进入到罗马帝国时代之前呢，大体上也是这样，罗马也不过是一个小城邦，最开始，后来到罗马帝国当然就是一个大一统了，但在开始的时候呢，也是仅仅是一个城邦，而且这些城邦实行的都是大部分都是民主制，城邦民主制，这个有的个别的呢实行贵族制、寡头制，到后期呢实行寡头制。但是呢，在很长时间之内，很多这个城邦国家都是实行民主制。为什么形成这种现象？东西方如果追溯它的差别，最早要追溯到希腊社会跟中国古代社会，它的不同是从何而来的？我们知道，一切人类社会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原始氏族血缘公社。都是以这样一种氏族部落的方式组成一个社会，那个时候虽然我们今天把它称之为国家，看中国的三皇五帝时代，皇帝时代，我们把它称之为国家，其实当时还够不上一个国家，它只是部落，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它是一种原始血缘公社，西方也是这样。古希腊在早期远古时代也是这样，他们也是一个部落。但是古希腊在某一个时期产生了它的一个特点，一个时代特点，就是它的个体家庭独立出来了，它个体家庭从氏族里面独立出来了，个体家庭的家长也作为个人从血缘氏族纽带里面独立出来了，并且因此炸毁了原始血缘公社的氏族纽带。它独立出来以后就产生了私有制，私有制产生以后就炸毁了原始公社的那种公有制的纽带，使人成为了独立的原子，我们借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人成了一个的原子，互相碰撞，互相又由于某种外在的联系呢，能够粘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呢已经是自由人，当然奴隶在外，这主要指的自由民和奴隶主人家长，他们成了一些独立的原子，他们结成社会不再是按照原始氏族部落的那种血缘关系，而是呢按照私有财产关系，按照法律关系来构成社会和国家，一个城邦，那个城邦不是说哪一姓的人、哪一个氏族的人组成的，它是四面八方的人组成的。很多城邦就是商品集散地，本来就是个集市，有人住在那里做生意，于是呢，后来他们就结成一个城邦，就说我们来选一个市长，选一个城邦的这个执政官，
啊，来管理我们大家的事务啊。但所有那些人都没有血缘关系，你自己当然有血缘关系，你有你的家族啊。但是呢，社会不是以你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那么这样一来，个人就成了城邦国家的公民啊，成了公民，自由民就成了公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我们再进一步追溯，就要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组成啊。我们刚才讲，很多很多这些城邦都是集市，最开始做生意啊，很多海外的市场我们都跑到啊小亚细亚去做生意，跑到埃及去做生意，那么那个聚居地逐渐逐渐壮大起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城邦，一个自治的城邦，那就是国家啊，那就是小国家啊。但是那个城邦呢，它没有血缘关系啊，或者也即使有血缘关系，它也不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它是按照法律关系组织起来的。这个是希腊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流动性啊，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然后呢聚居在某个地方，就建立一个城邦，就成了一个国家啊。所以移民或者殖民，这是希腊人建立城邦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种方式啊。我们这个城邦的人越来越多啊，太多了，我们分一部分人啊，有时候还是有组织的，有政府组织的，我们到小亚细亚的某个海岸边去开辟一块地方，我们到那里做生意，开辟一个港口啊，像米利都啊，就是这个希腊人跑去开辟了一个港口，在那里就建立了一个城邦。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啊，使得原始氏族血缘公社那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和情感关系呢遭到了解构啊。它使得人与人的关系降到了单纯的法律基础之上，变成了一些可以量化的权利和义务啊。这是城邦的法治啊带给希腊社会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啊。原来在氏族公社里面有一些权利和义务啊，主要是义务，但是呢这个啊建立城邦以后呢，个体从氏族里面脱离出来，我不一定遵守你氏族的义务，我遵守国家的义务，遵守法律的义务，那就够了啊。氏族的义务当然也还有一定的约束力，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但是逐渐逐渐的，氏族的义务的约束力越来越淡，越来越弱，而法律的义务越来越强啊，个人的独立性就得到了加强。这就是法治啊，法治社会，这个城邦民主制是一种法治社会，一切都要按法治，在法律上面啊，产生纠纷，我们法庭上见，我们打官司啊，所以那个每天官司不断的啊，每天的官司都是不断，每天的政治行为、选举啊这个投票啊，决定城邦的大事啊这样的事情每天都有啊。特别是有一些专职的那些自由民、那些奴隶主，他们不从事生产，他们专门搞政治啊，专门搞这些事情。那么原始的那种情感关系就淡化了啊，就人就成了路人。我们中国人讲啊，亲人跟路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路人就是路上碰到随便一个人啊。但是这个希腊城邦的这个法律呢，它是以路人为基础，就随便一个人，只要他是自由民，他不是奴隶，没有人奴役他，那他就是自由民啊。他在我们这个城邦里面住了多久，就可以取得公民权，那他就有权利了。哪怕我不认识他，但是根据法律，他就具有了公民权利啊。路人和路人之间要建立一种关系，只能是法律关系，他没有什么情感关系。我们两个做生意啊，有什么情感呢？我又不认得你，只要我们按契约办事、按法律办事就够了。啊，我们就可以做出生意了。这一切的发生有它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条件啊。如果再要往前追溯，为什么希腊人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会这么发达呢？就要涉及到
希腊的特殊的地理条件。啊，希腊这个地方可耕地很少，但是有非常复杂的海岸线，有无数的优良的海港，啊，海路非常畅通。啊，它是这个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交汇地，一个纽结。啊，从希腊这个地方到非洲，啊，埃及，到亚洲亚细亚，啊，到黑海，啊，到欧洲都非常方便，啊，都非常方便。地中海沿岸啊，都是非常做生意的非常好的地方，适合于航海，啊，所以这个地区呢，成为了绝无仅有的一种海上交通枢纽。希腊地区是海上，当时的海上交通枢纽。希腊的城邦很多，他都不能够自给自足的，啊，他靠他自己土地上面出产的粮食，啊，蔬菜都不能自给自足，他都必须要从外面运进来，通过贸易，通过商品生产而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啊，比如从埃及进口粮食，从波斯进口日用品，从麦加拉进口蔬菜，从马其顿进口木材，所以商业和海上控制。是希腊人的命脉啊！希腊人最初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这一点啊，他们的祖先是在多瑙河畔的啊一些流浪啊一些游牧民族，他们原来是游牧民族。那么他们来到了希腊半岛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地方非常好做生意啊，游牧民族也是很冒险的，也是流浪的，所以他们成为海上的流浪者呢，也是顺理成章啊，成为了这个商人。成为商人也是非常自然的，他们有具有冒险精神，于是他们进行商业活动，海上控制啊，来保证他们的生存方式。公元前八世纪，希腊的移民运动啊，也就是殖民，我们今天讲殖民主义，最早的殖民主义就是希腊人啊。希腊人是一种啊城邦的政治经济扩张的一种有效的形式。有组织有计划的形式，啊，这个组织啊，特别是那些在政治斗争中落败了的人，他如果老留在这个城邦里面，他制造混乱呢，于是呢政府呢就他们到外面殖民啊，你另外找个地方去，你去当那个地方的头啊，我派你到某个地方去建立一个城邦，你去当那个地方的头，你不要在这里瞎捣乱啊，这解决他们政治矛盾的一个好办法。这个其实英国殖民地也起了这个作用。我们当年啊，英国人啊，那些政治上不得志的啊，包括那些宗教上被排斥的人，到哪里去呢？到美国去，到美洲大陆啊，到美洲大陆去啊，这是解决内部政治矛盾冲突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殖民啊，殖民地商业也是这样啊。殖民地有利于商业的开展，并且是商业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些活动呢，主要是工商业性质的，啊，由这样一种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呢，才导致了希腊人的民族性格。希腊人的民族性格，我们有如果要概括的说来话呢，就是一个是崇尚个人自由、独立，啊。一个是重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独立，他要以公平正义的原则作为他的必要的保障。你的自由独立靠什么？靠公平、正义、法律。自由没有法律的保障，是谈不上自由，是谈不上自由的。所以他重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再就是鼓励人的创造精神和探索精神，鼓励人创造和探索，移民、殖民，啊，跟大自然做斗争，跟其他的民族、其他的这个地区的民族做斗争，啊，探索，并且呢，向往一种超越世俗的理想境界，啊，超越世俗，超越血缘世俗公社。啊，按照一种抽象的公平正义原则，按照理性的原则来支配我们的生活，啊，
来支配生活。你要到一个陌生地方去，你什么东西都不了解，没有任何感性认识，那只有一种理性的设计能够保证你到一个新地方去少犯错误。希腊人非常重视这个普遍的原则，这个普遍原则是超越超越几何学、数学这些东西都是超越的。那么这样一些性格它跟希腊人的商品交易，比如说等价交换的原则与手工业生产的工艺特色，手工业生产你要生产你的商品要卖钱，那你就得做得精致，你就得有发明创造减少你的成本这个增加提高你的质量，增加你的产量，这个都需要发挥你的创造性。工艺特点在工艺上、技术上特别要求你的精致你的这个标新立异你老一套的东西别人不爱了，你要搞出新的东西来，这都跟它的商品经济的原则有关。与航海事业的冒险性以及人生归属的未知性都有关航海事业是冒险，到陌生的地方去冒险，那么你的人生归属到底你死在何去都不知道你离开了家乡到海上去葬身海底或葬身于其他的陆地，埋在什么地方你家里人都不知道的，所以人生归属是未知的。那么希腊人就有一种要求，要追求一个超验的东西，超验的精神安慰它不是在家族里面就可以得到安慰的。那么由此最终形成了希腊人强烈的个体意识，我把它归结为强烈的个体意识。个体意识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这个损人利己，不是的，它是个体独立意识，它的基础是一个是理性，一个是自由你要有个体意识必须要有理性，并且要有自由，要有自由意识，这是希腊人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民族特征。但是单个人一旦从原始的传统氏族公社血缘关系里面分裂出来独立起来，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天然的血缘关系就疏远，我们刚才说淡化了就淡化了，就疏远，家庭关系也淡化了甚至于家庭关系呢也变成了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暴力关系这个在这个在中国古代是不想象的，在希腊神话里面有那么多的家庭暴力比如说争夺王位在希腊神话里面最早的天神就是乌拉诺斯，乌拉诺斯被他的小儿子克洛诺斯所推翻，打成重伤并且把他阉割了，失去了生殖能力，儿子把父亲阉割了把他丢到地狱里面去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克洛诺斯呢掌权了以后呢，有个预言说他也将会被自己的儿子推翻，于是他就把自己儿子一个一个的吞掉生下一个就吞下一个，把所有的子女一个一个吞下，这是克洛诺斯只有宙斯没有被吃掉，因为宙斯的母亲呢看到所有的生的儿女都被吞掉了，就把他藏起来了，生他的时候就把他藏起来了避免于难。那么宙斯长大以后果然就战胜了父亲，逼迫他把他吞下的所有的子女都吐出来并且呢宙斯成为了这个万神之王成为了主神。宙斯掌权以后又有一个预言说他也会被他的儿子推翻至于被哪个儿子怎么样推翻不知道，因为宙斯为了得到这个秘密呢就把这个普罗米修斯呢钉在岩石上，这是很有名的了，普罗米修斯知道这个秘密他不说，于是宙斯把他钉在岩石上，每天派一个老鹰来啄食他的肝脏
啊，第二天肝脏又长好了，那老鹰又来啄食，就折磨他了，啊，把他病了三万年，然后呢，最后呢，婆罗门奴就是呢，跟宙斯呢达成了和解，啊，就宙斯呢就避免了他自己跟他父亲一样的命运，啊，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神话啊，属于埃斯库罗斯悲剧的三部曲里面的啊，这个普罗米修斯。那么在希腊神话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杀父这样的情节，这个在中国古代神话里面是没有的啊，杀父是弑父，那是大逆不道啊，那神话里面是没有的。还有就是杀母啊，杀母的情节也有，像这个俄瑞斯的杀母，他为什么要杀他的母亲呢？因为他的母亲把他父亲杀了啊，和别人通奸，趁他父亲特洛伊战争回来的时候呢，把他父亲给杀掉了啊，于是儿子为了报仇就把他母亲和他母亲的那个奸夫一起杀掉了啊，这个后来打官司，在雅典打官司啊，这个伏特女神要追究他的杀母的罪孽，阿波罗呢为他辩护，就是他杀母是有原因的，有什么原因呢？就是他母亲杀了他父亲啊，这是两边打官司，各执一词，最后呢是这个阿波罗的辩护胜诉啊，雅典娜投了这个俄瑞斯特斯一票啊，也就意味着法律战胜了血缘关系啊，因为这个杀母是血缘关系，而母亲杀父亲，母亲跟父亲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啊。那么到底哪个是最大？最后的判决呢，就是说他母亲本来就该死啊，所以杀他呢也不算什么。虽然他有血缘关系，但是呢他首先犯法在先，所以法律关系战胜了世俗公社的血缘关系。这个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面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就说明当时的这个啊，法律战胜了血缘，成为了社会关系的纽带啊，它是一个标志。所以从那以后，这个社会只有依赖于人和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以及保证这种契约的有效性而建立起来的法律，才能够发生有秩序的交往活动啊。从此以后就是这样的。就这个社会不是靠血缘、靠情感、靠亲情而凝聚起来的啊。我们今天说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不错。但这个凝聚力主要是建立在这个原始的情感啊、血缘、亲情、乡亲父老啊、种族。啊，我们中华民族从炎黄子孙以来一直就是一个种族，我们是在这个血缘关系里面凝聚起来的，我们的凝聚力是靠血缘、靠情感啊，所以中国的情感是不能随便伤害的啊，这个伤害中国的情感那是全民都要愤怒的。所以这个西方人他不同，他已经跨过了这个阶段，他是靠法啊，靠法，他们他的凝聚力不是靠什么情感，他是靠法律以及由法律所维持起来的每个人的权利，权利当然就是义务，他是靠这个东西凝聚了。比如说美国也有凝聚力啊，作为美国人他的爱国主义他不是一种种族观念，他是一个政治观念，政治观念跟经济挂钩，跟人的利益挂钩，跟每个人的权利挂钩。所以两种不同的凝聚力跟中西之间的这种文化差异是有关的啊，是有关的。在希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不言而喻的无声无形的联系，比如说亲人和熟人之间的那种情感关系已经失去了它的效应啊，所以它普遍的效应，当然个别的当然还有啊，但作为社会联系的纽带已经被置换以经济的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而经济的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呢，它是一种逻辑化的定量化的一种关系，它通过契约啊，通过文字
通过法律和法庭啊作为他的依据。那么由此形成了古希腊人的科学精神的起源。我们经常讲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西方的科学精神，这个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缺乏啊。当然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但是没有深厚的科学精神啊。科学技术中国不落人后，甚至于领先世界啊，在以往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面领先世界啊，但是缺乏科学精神。那么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科学精神从哪来？很多人都强调科学精神它来自于希腊的手工业。我们刚才也讲了啊，它在手工业商品经济方面精益求精，制造出让人喜爱的商品，它才能够卖钱，这个呢导致它的科学精神，这个不错。但另一方面呢，还要追溯它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啊。契约其实要用科学精神，要用理性精神才能制定。社会生活的契约化的倾向对科学精神的形成有着更加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就是说，不光是技术上面精益求精导致了一种科学精神，要追根究底啊。技术，我们中国也有技术，但是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科学精神啊？中国也有很精密的、很精巧的技术，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科学精神？跟社会生活有关。古希腊社会生活的契约化倾向，你要定契约，就必须要严格按照理性和逻辑来规定，要重视语言的表达啊。你在契约上面一个语言表达不精确，就会被钻空子，你就会吃亏啊，你就会被忽悠啊。为了杜绝一切漏洞，你必须要把这个契约定得非常的严格，法律也是如此啊。法律要请哲学家来定，那希腊的城邦经常我们看到请某某哲学家为某个城邦制定法律。为什么要请哲学家来制定法律？为什么不由那几个有权有势的人定了就定了？执政官为什么不能定法律啊？就是因为法律是一件科学的事情，你要法律定得没有漏洞，要能够自圆其说，要能够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那就要哲学家。有些事情很复杂的啊，特别是民法啊，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民法，但是有很多民法的关系要处理。那么你在定法律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所有这个关系，不要自相矛盾，不要有漏洞啊，而且要长期有效，不是说这只适合于今天啊。中国的法律就没有这个要求。我们文革的时候把林彪也写进宪法里面去了，那林彪死了呢？林彪死了以后再定，再看是哪个。所以中国的法律都是临时应付的，没有一种逻辑上的一贯性，所以它不需要哲学家来定啊。制定法律的在中国他一般都不是哲学家，不是逻辑学家啊，都是那些代表某种利益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利益来定法律。那么在希腊呢，他也请有智慧的人，请哲学家来制定法律。所以古希腊很早就有一种社会契约论，叫智者派啊。在古典时期、雅典时期就有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啊，法律是约定俗成的，但这个约定要能够俗成，必须要经过逻辑，经过理性才能俗成，才能大家都公认。因为每个人都有理性嘛，每个人都会判断你的法律公平公不公平啊。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他都会对这个法律发表他的见解。如果你定的没有逻辑一贯性，马上就伤害到某一个阶层，那就很多了。所以约定俗成它就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所以这样一种思想，用一种科学的方式、逻辑的方式来制定社会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技术啊，以科学的逻辑的方式来安排社会生活它的普遍的秩序，就像自然秩序一样，可以永远运行下去啊。当然实际上做不到了啊，只能节俭。但是西方人、希腊人有这个理想，尽量的要把一个法律制定的像自然规律那样，可以啊永恒的运行下去。因此，他的科学精神，我们今天讲科学精神，它跟科学技术不同啊。科学精神不同于单纯的科学技术，它是一种人生态度、宇宙观。啊，科学精神它是一种宇宙观，是一种人生态度。啊，所谓李约瑟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科学？其实这个问题呢，提得不精确。严格说来，就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精神？中国古代有科学技术，但是没有产生科学精神，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跟西方不一样。西方人的科学精神，他是把它当作一种人生观，它是属于人文精神的。我们不要把这种科学精神跟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西方的人文精神其实是包含有科学精神的啊，科学精神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甚至于是奠基性的部分啊。从古希腊开始，它就是一个奠基性的。这就是古希腊以及罗马社会的意识形态特点、文化特点啊。后来古罗马社会它受希腊影响，我们把它也包括在内啊。希腊罗马社会它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以科学精神作为它基础的人生态度啊、人生观、宇宙观啊。那么在古希腊这种宇宙观呢，当然我们刚才讲了，它跟古希腊的个体意识的独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个体意识从这种群体血缘关系里面独立出来以后，成了一个一个的公民，那么这些公民要结合成一个社会，它又失去了古代血缘关系的纽带，它怎么样才能结成一个社会呢？就必须要通过啊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认识，就是说我们的意见都是分析的，统一不了，那么我们找一个东西能够统一。什么东西能够统一呢？就是对一个事物的科学知识、科学认识啊。你不同意这个观点，不仅仅是你的个人观点啊跟大家的不一样，而且呢你的这个观点是不科学的啊，是违背科学的。只有科学知识，对客观事物的知识，才是我们达成意见一致的一个客观标准。所以在一个公民社会里面，靠单个人的情感已经不足以维系社会的统一性、意见的统一性啊。一个标准，按什么标准来统一，这个时候呢就只有按照科学知识啊。你要是不同意，就说明你没有知识嘛，你还停留在隐瞒状态，那就需要对你进行教育啊，你自然你的观点就被排除了。所以在希腊社会里面呢啊，这个社会的纽带呢，它不是依靠一种人同此心啊，一种情感体验、一种自然族群的亲切感啊，而是呢通过人和自然的关系来建立人和人的关系啊。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希腊文化、希腊社会文化的一个基本结构，就是通过人和物的关系来达成人和人的关系啊。通过人和物的关系，首先认识关系，你要对这个物、自然物要有客观知识，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就可以沟通，就可以达成共识啊。这个是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移植到今天仍然使用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啊，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啊。那么中国恰好相反，中国是通过人和人的关系来达成人和物的关系，来实现人和物的关系
啊，你要占有一个物，你要获得某种东西，你首先要搞关系，啊，你首先要拉关系，你经常讲，啊，这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从古以来都是这样，啊，没有关系你就没有对物的占有，啊，你就拉不成人和物的关系。那么古希腊人呢，他占有一个物，啊，是靠知识，啊，他要跟他人发生关系，也靠私有财产，啊，我出卖我的私有财产，啊，那么跟你交换，啊，通过人和物的关系来实现人和人的关系，当然是这个里头就有理性，有契约，啊，我们要做生意，我们订立一个契约，啊，等等。这些造成了希腊科学精神滋生的土壤，文化土壤。那么，由上述的意识形态特点以及文化特点，我们能够引出古希腊罗马它的审美意识和艺术的特色。啊，这就回到我们的本题了。啊，这个文化土壤、个体意识的建立。啊，文化心理机制的建立形成，导致了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人的审美意识和他们的艺术精神具有它不同于东方的特色，啊，特别不同于中国的特色。就古希腊而言，在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方面，希腊人有意无意地把科学精神当作他内在的灵魂。我们讲希腊的艺术里面反映了科学精神，希腊人的审美意识也有科学的维度，这是他们的根本维度，当作一种认识，当作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性的把握，啊，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渗透到他们的艺术作品里面，成为了他们的艺术精神的内在的灵魂。当然这种科学精神同时又是一种人文精神，就是我们刚才讲希腊的科学精神本身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啊，我们一讲科学精神好像特别是现代和后现代，后现代反科学主义嘛，好像科学主义就是把人文的东西排斥了，但在古希腊不是这样，啊，古希腊的科学精神特别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人文色彩。比如说古希腊的艺术重科学、重理性、重模仿，啊，反映客观的事物结构，但是这个模仿呢，这种科学的对象呢，它是集中于对人体的模仿。我们把古希腊的艺术品拿来看，我们发现里面最主要的表现的对象就是人体，啊，就是人体。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古希腊的雕刻艺术上，啊，古希腊雕刻，这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我们今天参观卢浮宫，啊，我们参观古希腊神庙，都可以发现这个特点。古希腊雕刻艺术是古希腊一切艺术的中心，这个后来黑格尔特别指出这一点，古典艺术的中心核心就是雕刻。这个跟中国艺术很不一样，中古代艺术，啊，更多的是山水，当然也有人物。人物画，啊，这个佛雕，但是圆雕是很不发达的，立体圆雕是很不发达的，中国的雕塑是不发达的，啊，只有在宗教寺庙里面有佛像、有神像，啊，这些也有雕得很好的，但是一般都没有留下名字，啊，那些雕刻师都是些工匠，雕刻艺术在中国是不发达的，在希腊是特别发达的，啊。在希腊的这个绘画里面也很少看到什么山水画，啊，这个啊，这一般都是人物，啊，都是人物。所以在雕刻艺术上面的人体雕刻，那是希腊艺术的核心。这个事实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表明了人的自然形象被当作了美的典范和美的理想，啊，人的自然形象就是人的身体了。啊，人身体就是人的自然形象，被按照精确的比例来加以模仿。啊，我们看希腊的人体雕刻是很合乎解剖学的，
啊，按照精密的这个人体的比例来加以模糊，啊，这本身就表现出一种科学精神。希腊雕刻非常的合乎人体比例，啊，在中国的人体表现里面呢，很少看到合乎人体比例，啊，人体比例往往是不成比例的，啊，不信我们可以等一下下课以后到哲学院去看那个孔子像，那孔子头那么大，那个腿简直就不成比例。如果你想象他的衣服要脱光了，他是个什么样子，那是很难看的，很难看的。但是他穿着衣服，啊，中国人一般不描写裸体，都穿着衣服，啊，这个衣服它是一种礼的象征，啊，一种等级的象征，啊，一种等级规范，啊，名分的象征，啊，他把人的身体把它遮蔽起来，所以它是不合比例的，啊，这个希腊雕刻呢？它是合比例的，而且呢，它在合比例的基础之上呢，它有所夸张，这个是很明确的。它知道比例，但它稍微把人体拉长一点，以便使得人体显得更加健美、更加修长。啊，一般我们的人体都是头和身体的比例是6:1:6.5，啊，这个稍微修长点1:7。但是希腊的人体呢，往往拉长到1:7.几，甚至于1:8，啊，拉长了这样的这个人体，当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呢是合乎人体，没有很粗的，啊，再拉长就不像话了，啊，但是稍微拉长一点是可以的，所以它有一种科学精神在里头。像著名的雕刻家波里克利特写了一本书叫《论法规》，他就说。啊，对一件艺术品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任何一个细节都具有意义。就是波利克利特，他是一个雕刻家，有名的雕刻家，他总结自己的法规呢，就是要合乎数的比例，要合乎数量比例，它是量的，啊，每一部分的比例它都量的，测量的，啊，1:7、1:8，啊，这个他都要精确的加以测量的。而一般来说呢，雕刻特别是人体雕刻比任何其他艺术都更加具有模仿性，所以古希腊的艺术呢，它是特别强调模仿性，科学精神呢强调模仿性。比如说雕刻它是三维的，啊，三维立体，啊，一个雕刻三维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都是三维的，雕刻也是三维的，人体它经常是着色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希腊雕刻呢，颜色都褪掉了，啊，所以我们以为古希腊雕刻就是没有颜色的，其实它当时是有颜色的，它是着色的，它按照真实的颜色来给它涂上颜色，它也像自然物体一样，要克服地心的引力，并且呢，它受到它材料的限制，它的各个部分都有一定的数学关系和比例。所以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说，啊，希腊人的特点我们刚讲了，他面向外部世界有一种冒险精神，积极的进取，啊，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一个雕刻摆在面前，对最能够震撼人心，啊，当然对另外的人，比如说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效果不一样，啊，但是对希腊人来说他最能够震撼人心，最能够引人注目，最能够让人起一种模仿的冲动。比如说雕一个神像如此的健美让人羡慕，那希腊人他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性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训练有素，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古希腊产生，啊，那都是由于希腊人特别重视人的健美，啊，个人的完善完美，要达到完美，于是你看到一个那么健美的雕塑，你就有一种模仿，他如何能够达到那么样健美，他通过体力锻炼，一个未经锻炼的人体是臃肿的，是不美的，于是体育锻炼成风，啊，在古希腊成风，啊，每隔4年有一次全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哪怕你在战争中你要停下来，啊，有3天休会，啊，休战，大家都去开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在会场上大家都是朋友，在战场上我们是敌人，
啊，但在会场，在运动会上，我们都是朋友，都是竞争对手。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品圆雕啊？它让人产生一种模仿的冲动啊，一种模仿的冲动。希腊人的人体雕刻中，每一块肌肉都是那么样的真实，都体现着一种细节的真实，它都合乎解剖学的规范。啊，也许希腊人并没有专门研究过解剖学，但是他们的观察非常细致，他们有大量的机会观察。啊，希腊地区气候温和，啊，经常裸体，啊，经常可以看到裸体。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们也可以仔细的观察，啊，去采摹，所以他们能够搞得那么样的精确。这个在其他民族中是十分罕见的，没有哪个民族像希腊人那样对人体如此着迷，对人的裸体如此着迷。这是一方面，体现了希腊人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呢，希腊雕刻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艺术的个性和人文性。啊，人文性就是人就应该像这样。希腊雕刻所雕刻出来的那些人都是理想化的，都是理想化的神像。神像其实也是人的理想化的人。啊，代表一种人文性，人的独立性，人具有如此强健的体格，那么在任何场合之下，他都可以独立，啊，都可以不需要别人，他一个人就可以战胜大伙，啊，他可以去跟狮子搏斗，就像赫克里斯，啊，大力士赫克里斯，体育之神，啊，他一个人就可以打败狮子，啊，他具有这样一种独立性。所以人体圆雕不仅仅是最科学的艺术，同时也是具有个体的人性的艺术，个体性，人的个体性的艺术。所以希腊雕刻成为了希腊人的科学精神和个体自由精神的交叉点，啊，集中点，集中体现了一个是科学精神，一个是个体的自由精神，啊，自由精神，啊，雕刻所体现出来的人是独立的，是不会屈服于任何力量，任何外来的力量，都征服不了的。所以美杜雕像最集中体现这点，比如说美杜雕像都是独立自足的，这个跟建筑相比，雕刻摆脱了它的实用性，啊，建筑还没有摆脱实用性，它是要啊让人住的，或者是让神住的，啊，神庙也是供人敬拜的。跟工人朝拜的，它有它的实用性。那么雕刻没有，雕刻不像绘画那样受制于二维平面，雕刻是三维的，啊，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看。绘画呢，只能从一个面看，啊，你在背面你就看不到了。所以绘画是受制于二维平面的，它也不像音乐，依赖于它的时间性，啊，音乐一次演奏过了，你没听到，那赶紧倒霉。啊，音乐它是依赖于每一次演奏的水平，同一个小提琴啊、竖琴的演奏家，他的每次演奏都不一样，啊，他演奏的最高超的那一次，也许你没碰到，啊，那就没水平了。所以雕刻呢，它是永恒的，它摆在那2000多年，我们把它从地里挖出来，它仍然是那么美，啊，它不像音乐受限制。它也不像诗歌，诗歌是立足于语言文字的抽象性，语言文字都具有抽象性，都是啊，严格说来都属于概念和符号，啊，它要转化，啊，语言要转化为形象，但它本身呢，它是一种符号。但是雕刻它本身不需要转化，它就是一个美的个性。啊，希腊有一个传说，皮格马利翁是一个雕刻家。雕了一个非常美的理想的一个女性啊，一个形象，然后呢自己爱上她，啊，爱上她，她就天天祈祷啊，神能够把这个美女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最后呢神被感动了，就把这个雕像呢赋予了生命，于是呢她就跟这个雕像结婚了啊，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希腊神话。这是有道理的，就是说确实你雕出来的这个形象呢跟真人没有什么很多区别，
他就是不会说话而已，不会动作，不会说话啊，但是更加增加了他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他不说话啊，你就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啊，你就可以想象出很多很多的话语，想象出他很多很多动作。米诺的维纳斯，断臂的维纳斯，正因为他断了臂，所以你就想象出他的各种各样的姿态啊，留下了各种各样想象的感觉。他比现实的人的身体更加可以想象啊，更加美好。因此在屠格涅夫啊，俄罗斯的一个大作家了啊，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认为米诺的维纳斯的雕像比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更加不容置疑地表达了人性的尊严啊，就是一尊米诺斯的像比整个人权宣言，你写了那么多文字啊，一尊雕像就表达了你所要表达的全部的意思，就是人的尊严啊，就是人的个性的尊严，人格的独立性嘛啊。所以希腊雕刻里面表达的还有除了科学精神以外，还有一种人文精神啊，人文精神啊，他把人当作一种普遍的对象存在啊，裸体，人的裸体表现了人的普遍性，人脱了衣服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啊。你穿衣服，你可以穿上一身破烂的打孔钉的衣服，也可以穿上啊这个皇帝的衣服，那就有了区别了。但是皇帝也好，叫花子也好，你脱了衣服都是一样的啊，说不定你皇帝还不如叫花子啊，叫花子也许比你更健美。这个啊，这就是人人平等的一种人人平等的思想啊，人性的普遍性，人性的普遍性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人体才真正是人的形象啊，自然的形象。这个表达出一种啊，活生生的人的自由主体性。所以在模仿，在雕刻中，在模仿中，希腊人并不是降低了自己，因为他所模仿的虽然是高高在上的神，希腊人雕刻的很多东西啊，完美的形象都是神像啊，宙斯啊，啊波塞冬啊，啊这个啊阿芙洛狄特啊，这些都是神像。但是呢，实际上他模仿的恰好是他自己的理想，他把自己的理想把它化作一个雕像啊，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形象。因此希腊人通过模仿把自己的人格塑造成型，使他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人格。那么这样一种模仿所造出来的雕像，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有一种统一性的功能啊。整个社会现在已经分裂了，人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那么整个社会怎么样才能够联系起来呢？我们刚才讲了，法律可以联系起来，但是法律只是一方面，人除了法律以外还有另外一些需要，比如说情感啊，情感从氏族血缘的情感里面脱离出来以后，还有一种情感是需要建立的啊，需要建立的，就是普遍人类的情感，普世的情感，人与人的情感啊，虽然是路人陌生人也需要一种情感。那么这种情感呢，通过艺术，通过雕刻达到了统一，达到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通过艺术欣赏啊，我们大家都欣赏一个雕像，一个雕刻，我们大家达到了心心相印，达到了情感的共鸣啊。在这方面呢，啊，一个分裂的社会在情感上重新恢复到了一种有机的统一啊。所以我们一讲西方社会好像忽视人的情感，是一个冷漠的社会，一般来说好像是这样，特别是跟东方社会相比较是这样。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西方那个冷漠的社会里面有一种统一情感的途径，有一种啊这个使人感动的一种途径，那就是艺术啊，通过艺术使人与人之间重新达到一种
情感上面的沟通。这个是古希腊的艺术啊，古希腊艺术它一方面呢带科学，另一方面呢具有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使他们的艺术成为了统一整个社会情感的一种途径。这个在荷马史诗里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讲荷马史诗是希腊人的百科全书，有这种说法啊。当然它是具有一种知识的一种意义，但是同时呢它也具有一种情感联系的意义，就是人情世故，人之常情，你要到荷马史诗里面才能够体会得到。所以希腊人经常在一起，那些有文化的人有知识的人啊，经常在一起聚会呢，就是朗诵啊，诵诗会、诵诗比赛，就是朗诵，主要是荷马史诗，当然还有其他的史诗啊。荷马史诗是希腊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你要了解人际关系，你要了解人的人之常情，你就必须要熟读荷马史诗。那么史诗啊，诗歌的主要代表就是一种史诗呢，它带有一种模仿性啊。古希腊的抒情诗跟史诗相比，它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古希腊也有抒情诗，但是古希腊抒情诗不很发达啊。中国古代的最发达的是抒情诗，中国古代的史诗啊基本上没有啊。我们把史记看作是史诗，但是那毕竟不是诗啊。但是中国的抒情诗从诗经开始就非常发达啊，这跟古希腊是非常非常这个鲜明对比啊。古希腊最发达的就是史诗，而史诗的特点是模仿性，抒情诗呢，抒情是表现，它不是模仿啊。当然希腊人把这种表现也当作一种模仿，也当作模仿，但是最具有模仿性的就是啊，模仿历史事件，比如说特洛伊战争啊，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在史诗里面都得到表现。古希腊绘画呢也是带有科学性的啊，他已经开始注意透视关系，古希腊的绘画开始注意透视关系，可惜留下来的不多啊，但是已经有啊个别的也远近大远小啊这样的关系，这个变形的关系，比如说正方形一个桌子啊，这个你不能再按照正方形去描绘了啊，这样一种透视关系在古希腊绘画里面已经有一些表现了啊。在古罗马的绘画里面有像庞贝的顶画里面有很多就已经有透视关系了。古希腊的音乐，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一种模仿，我们通常认为音乐不是模仿，是表现啊，音乐是一种表现艺术，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也是一种模仿，它对情感模仿，对人的情感模仿。建筑啊也被看作是模仿，比如说著名的建筑的式样啊，有三种式样，它是以建筑的这个柱作为它的这个灵魂，建筑的圆柱是它的灵魂，那么圆柱的式样就代表这个建筑它的风格。多利亚式的圆柱是比较粗壮的，所以希腊人认为它代表男性的健壮啊。伊奥尼亚式的圆柱呢是比较纤细比较秀丽的，代表女性啊，代表人体啊。甚至有的圆柱呢它就干脆用于人体啊，像这个伊特拉山的神庙，它的那个圆柱呢就干脆就是几个女人体在那承载着整个建筑的屋顶啊，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一般都是通过柱式把它象征化。整个希腊建筑的形体和比例呢按照丹纳在艺术哲学里面的描述呢都是配合的人的身体的啊，就是像希腊雕刻一样，希腊的建筑啊好比一个运动家的健美的肉体啊。
而注视呢，圆柱呢，就像一个活着身体的各个器官之间的连接一切的关键啊，注视是连接整个神庙的关键，就像人的身体也必须要有啊这个关键。希腊的戏剧呢，人们通常把它看成活动的雕塑，也跟雕塑相关啊，希腊戏剧跟雕塑也有关系，只不过是活动的雕塑。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人物的动作的整一性啊，雕塑它是强调完整性的，一个雕塑的人体啊，它特别强调完整性，不要节外生枝啊。后来的文艺复兴的米开朗基罗曾经讲过，一个好的雕塑就是你从山上把它滚下来，它仍然完好无损，这就是好的雕塑啊，它比较整齐，比较有整体感啊。那么亚里士多德呢提出了动作的整一性，就是对人物在戏剧中也要注意这样一个整齐啊，不要分散。在所有这些艺术门类上面体现出了艺术，希腊艺术的总体特点是用温克尔曼的话来说呢，就是高贵的单纯，进步的伟大啊。高贵的单纯是讲它的人文精神，进步的伟大，这是对希腊艺术的一个概括啊，就它显出个体的高贵啊，个人的高贵，一个人一个独立的形象，高贵单纯啊，它没有别的束缚啊，单一性。进步的伟大啊，进步就是静观的了啊，这是合乎科学点，就进步它摆在那里让你去看，让你去研究，让你去分析，让你去观摩观察啊，进步的伟大体现出希腊的这个基本的风格。那么罗马艺术基本上是模仿希腊艺术啊，罗马艺术也有些变化，罗马艺术跟希腊艺术相比之下呢比较平庸啊，这通常对罗马艺术的评价呢，认为比希腊艺术要低了一个层次，要降低了一个层次。但是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世俗化。希腊艺术多半都是描绘神的，啊，英雄和神的。但是罗马艺术呢，它开始描绘普通人，啊，描绘普通人。而且呢，罗马艺术注重描绘普通人的神气，啊，描绘普通人的气质、表情。我们在希腊艺术里面很少看到表情，因为它描绘神嘛，啊，神不宜有过多的表情，啊，到希腊艺术的晚期开始描绘表情了，像这个阿奥孔，啊，阿奥孔就是一种痛苦的表情，开始描绘表情了，啊，一般的评论家认为，意味着希腊艺术开始堕落，啊，开始降低了，开始世俗化了，到了罗马艺术就是大量的描述表情。神态啊，像奥古斯都雕像那种神态，那是非常逼人的啊！你一看就是他那个眼睛里面雕出了眼神。希腊艺术没有雕出眼神的啊，希腊的雕刻啊，这个眼白就是白白的在那里啊。当然最初可能用这个色彩给它涂上了眼珠啊，色彩掉了以后呢，就是一个白眼珠了。那个是不太传神的，但是罗马艺术开始传神。嗯，有它的好处，开始世俗化，从天上降到了地下。总的来说，跟希腊艺术有共同之点，就是比较啊追求艺术的真实性，追求艺术的理想性啊，注重个别形象的典型性啊。那么这种典型就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了。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所谓典型就是在一个形象上面表达了普遍的东西，甚至表达了无限的东西。那么这样一来，它就有利于艺术对于各个个体他们的社会性加以统一啊，对于各个个体的社会性加以统一，
此他们更具有社会性。一个欣赏艺术的人是能够跟整个社会合作的人，在情感上是不排除他人，不排斥他人的。这典型化、典型性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希腊艺术就是使那些独立起来的人格啊，他们在社会上所造成的裂缝啊，他们的裂缝能够通过艺术填补起来啊，希腊艺术呢啊起来一种有效的作用。每个个人都独立了，你怎么样使他们能够结成社会？通过艺术，通过美啊，通过美结成社会。所以希腊人就个人来看，虽然他们是自私的，是放纵的，是狡猾的，是唯利是图的，但是在艺术方面，在美的艺术方面，他们有敏锐的感受力，有深切的同情心啊，有一种同情心。作为个人来说，他们自私，他们狡猾，但是啊，遇到美的东西，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心理。比如说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希腊美女海伦被特洛伊王子诱骗拐走了，于是全希腊的城邦联合起来去攻打特洛伊，打了十年，人都打老了，死了那么多英雄，最后把特洛伊毁灭了，把海伦抢回来了。有人就问了，值不值得为了一个美女打十年仗，牺牲那么多青年，最优秀的青年都死了啊，然后呢在法庭上啊，海伦出来了啊，海伦要受审判呢啊，海伦一出场，所有人都惊倒，觉得这十年是值得的，打十年仗把这么一个美女抢回来是值得的，所有人都是值得的，所以就不判他罪啊，不判他罪啊，就说明这个希腊人对于这个美啊有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啊，对美的崇拜类似于宗教。那为什么黑格尔把希腊的宗教称之为美的宗教呢？就希腊人把美当作一种宗教啊，这种宗教使得希腊人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希腊人那么样自私，但他们能够联合起来为了美啊而联合起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他们的凝聚力啊。希腊人凝聚力除了有社会法律以外，在情感方面他们是靠美作为一种宗教把他们聚集起来。所以希腊人的人格是非常，我们今天说是幼稚的啊，好像孩子一样啊。这个像埃及人呢就把希腊人称为孩子啊，希腊人呢你们都是一些孩子啊，好像非常幼稚非常天真。马克思曾经谈到希腊艺术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希腊艺术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艺术的享受，并且就某方面来说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啊。马克思对希腊艺术的评价如此的高，高不可及的范本。为什么是这样？他认为希腊人是因为他们处在儿童阶段，而且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啊，希腊儿童是正常的儿童啊，这个有早熟的儿童，有野蛮的儿童，也有正常的儿童。希腊人是正常的啊，野蛮的儿童就是还没有从野蛮时代脱离出来，还没有进入主流社会。早熟的儿童呢，是指的东方社会。中国人是早熟的儿童啊，中国人的儿童从小就老成啊，少年老成。我们最欣赏的是少年老成啊，但是是儿童，老了以后还像一个儿童啊，小孩子像一个老人啊，像一个成人啊，但是老了呢还像个儿童。所以中国人呢是早熟的人，希腊人是正常的。什么叫正常儿童？就是一切后来发展的可能性在他们的那里都处在萌芽状态，已经表现出了他的这个痕迹。并且呢这种儿童呢他不会阻碍自己的天性潜能的发展，而为自己往后发展潜能呢展开了无限的余地，这就是正常的儿童就应该是这样的。他将来要发展，早熟的儿童是过早的压抑了某些儿童的东西啊，使他只能朝某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早熟的儿童啊。
啊，野蛮的儿童呢，就是过早的把自己的那种发展的可能性把它遮断了，把它中断。而稀烂的啊，稀烂的属于一个正常的发展，对，道路上。但正常和不正常也是相对的，有的人认为呢，希腊人才是不正常的，啊，中国人是最正常的。像这个台湾的张光直先生就有这么观点，啊，其他民族都是正常的，西方文化是最不正常的。希腊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特例，啊，甚至于说它是畸形，啊，是不正常的，啊，一种特例。要回到正常，就是说回到东方，回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当然他有他的道理啊，他站在他那个视角上面，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类就是靠这些不正常才得以发展。比如说人是猴子变的，人就是最不正常的猴子啊，正因为最不正常所以才成了人。我们可以想到有很多类人猿都消失了，今天还剩下了大猩猩、灰猩猩啊，他们没有变成人，其中有一只变成人，所以在类人猿中人是最不正常的，啊，但是它并不说明它就是畸形，它是健康，它把它的潜能发挥出来。黑猩猩没有把它的潜能发挥出来，我们今天可以研究它，啊，但是它不能研究我，啊，这个是希腊人也是这样，啊，它是不正常的，但是呢，人就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说人是正常，正常就没有人了，啊，正常就自然界了，大家都是动物，人就是要突发奇想，就是不正常，啊，鲁迅讲，当年的猴子，啊，都在地上爬，在树上爬，有一个人直立行走，啊，于是呢，有一个猴子直立行走，于是呢，别人的猴子就容不了他，你怎么敢直立行走，就把他咬死了，所以猴子直到今天还是猴子。这个是一个观点的转换呢，啊，我们可以站在张光直的观点上面来解释这一切，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呢，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这是中西文化的在比较上，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些判断来。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